演员曾黎曾是章子怡的同班同学，中戏九六级的班花。宝剑锋这样评价她：中戏在200年的岁月里没出过这么好看的。近日随着电视剧《在远方》的热播，曾黎清冷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又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赞许。高挑且苗条的身材加上不老的容颜，真的一点也看不出她已经43岁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